接招吧！
抱歉，这也是为了大义。
走吧。请听一下我的想法。那么，但愿你的言论不背离人意。立即着手吧。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这是天下万民的期望，那终归是强词夺理吧。一切都为了天下万民。这是天下万民的期望。这才合乎人意吧。
遵从仁义才是为人之道。报告！我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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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谢谢啊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感谢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一事为了天下万民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了天下万民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了天下万民。真是风和日丽啊。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
我知道了。交给我吧。
遵命。请您附耳过来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报告。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感谢。我知道了。报告。我知道了。真是风和日丽啊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
有客人来了，你来得正好。我有一个提案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真令人高兴。您来了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Thank you.
怎么了？
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了天下万民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了天下万。我收到了报告。这也是为了天下万民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谢谢啊。Thank you.
报告。走吧。报告。我知道了。报告。我知道了。报告。我知道了。
立即着手吧。报告！我知道雌雄吧，休要看不起我刘玄德。亲自体会大义的分量吧。
战斗果然不适合我。走吧。